第75届全国语文竞赛，今年是由南投县来主办。对全台湾22个县市来的2145个县市，连带2个同南投县各族来比。今年的举行颁奖典礼，教育部讲今年呢就新加的期盼本土语言情景式的讲演，希望安呢有好加强语文爱同生活融合起来的目标。韩国高庭的意思就会是真实的比赛项目的。南投国乡北山国小的学生用精彩的舞台表演和全国语文竞赛来加油，各单位恰巧参加，鼓励学生的参加语文竞赛，就希望爱提升本土语言的表达能力。平常时来上这届母语来讲，我相信今年多元文化对台湾人会来全球继续传承下去。最主要还是让小朋友在语言的表达方面，以及他生活方面、沟通方面有所精进。今年教育部透过语文竞赛的时节，特别加入的情景式讲演项目，全套现场出比赛的题目，让学生的现场发挥，同时还爱同评审对话问答，考验学生的平常有讲有道本土语言吗？在北卡行系在学校的时节，我接送讲，安用将做的老年的客家的年年的文化传承下去。我平常时就有用客家话来去想事情，不过我就卡做的念词就讲出来，我想要讲的东西。进行即席的这样子的一个发挥，同时呢也接受评判员呢，那么2分钟的这样子的一个询问哈，这个挑战性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。教育部讲，高庭演出情景共演就会成为真实的比赛项目，希望大家强化达标，爱语文的竞赛做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安尼让大家的母语就做得永续传下去。客家新闻李凤琪，南投报道。